手臂巧劲，甩落面条多于水分，清江菜牛肉片加上这一勺灵魂汤汁，华航贵宾室牛肉面成功虏获知名美食节目主持人菲尔的胃。 I just ate the best beef noodle soup in the world. I ate it too, so delicious. Thank you. 双脚不用踏出机场外，就能用舌尖环台。除了华航将道地牛肉面搬进贵宾室内，另外长荣星宇推出的航空餐，同样满满台湾味。 甜蜜珍珠咬进杯子里，加进香浓奶茶，长荣航空贵宾室除了能自己调道地珍奶，还有挂包等等台湾限定，其中小吃霸丸被网友票选必吃第一名。其实对他们来说，他们对于像红烧肉之类，以及家常的肉圆的丸子类的东西，都是非常有兴趣，而且也是对他们来说是非常愿意可以尝鲜尝试的东西。 王先生您好，这边是我们精心帮你准备的餐点。大伟先生搭配上超入味卤蛋，幸运把蛋仔面从台南复制到桃机内。排队名店富航豆浆的烧饼夹蛋，同样香气逼人。各家航空贵宾室除了 PK 硬体配备牛肉面、霸丸、豆浆烧饼等等美食，也占了旅客心中排名重要一环。三立新闻实名写专访，桃园报道。